其实各位大家介绍澳门买黄金经验，澳门金价与台湾金价的价格差异通常会因市场供需、汇率、国际金价等因素而有所不同，并且会随时在变动。一般而言，澳门金价相对于台湾金价可能会较高，且有很多旅游者和投资者前往澳门购买黄金，导致市场上的供需影响金价，但具体价格仍需视当时的市况而定。那就先要知道重量、港币汇率。一台两等于 37.5 克，采用的是公制衡量系统，而一港两等于 37.429 克，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制衡量系统，因此一台两和一港两之间存在一定的重量差异。具体而言，一台两比一港两轻约 0.07 克左右。用今日金价，澳门一港两37.429克，18770港币，3.93元，等于73766台币。如在台湾买7060台币，一台两37.5克，等于70600台币。所以台湾买70600台币，比澳门买少了3166元，因还差0.07克，所以澳门买比台湾贵4000多台币。黄金又分金饰、金条等，若要投资保值用，可买金条。经历香港、澳门会少了手工费。在澳门有很多金店，也需留意如买金币是否有手工费，也可到澳门银行买金条，金币费用最便宜，但需要在上班时间买比较不方便。但如澳门赌场赢来的钱就不影响，因为这些差异赌一把输一把就有了。分享一下这些年在澳门买的经历，希望大家去澳门都可赚到钱哦。